艺人刘海威同杨幂喺2018年离咗婚之后，感情一直都备受关注啊！喺上个月刘海威生日嘅前夕，有网民就爆料喺跑步嘅期间遇见刘海威拍拖，更言之凿凿咁话女方就系内地演员尤靖宇，但尤靖宇就即时扑出嚟否认啊！直到去上个星期又爆出刘海威同新欢一起去了杭州的径山寺，爆料者直指对方是2年40岁的内地演员李晓峰。更有网民翻查翻啲社交网，发现女方的帽同埋裤同李晓峰戴的都是同款啊。而在18号他们两个被传媒影到的片就再度流出，片入面可以见到两个人拖住手去做核酸检查，李晓峰更加小鸟依人咁样翘住刘海威嘅手，好鬼甜蜜啊！恋人嘅关系正式曝光，刘海威接受我哋嘅独家访问，首度回应两个人嘅关系。佢表示自己同李晓峰嘅性格好相近，相处起嚟舒服，亦都好开心。多谢大家嘅祝福。